乡亲啊，我来看挂问题。做台北市长的时阵，所卡到的备案，搁加一件。台北市议员林彦宏搁来压了，讲挂问题甲新光人寿所签订的南港转运站的 BOT 案，工程的进度延迟。啊，转运站的权利金经过试算了后，搁比第三届的招商减10亿，这等于是送给财团一个大红包。啊，挂问题。面对着家己所牵涉的备案，搁加一件，是大声来话讲，这个天卡下，哪有遐尼侪备案的？洪科就是民众党主席郭文铁重要政绩的南港转运站。实际来看，目前19层大楼更高，敢若做到大概7层尔尔。关定营运开始的期限是2025年，工地告示牌更加是注明2025年才完工。在我后方呢，可以看到柯文哲任内的南港转运站工程已经进行了6-7成，但现在又被爆出营运权利金砍半，引发争议。民进党给完压了工。南港转运站 BOT 案第四遍的招商，落尾唔那由新光人寿拍败荒废人民的标。BOT 案内底阁废除固定经营的权利金，和变动营运的权利金由4.3%降到2.51%，加上只有2层楼的转运站，敢那占规栋19层大楼的8.12%。权利金经过试算了后，阁比第三遍的招商减10亿。柯文哲批评马英九跟郝龙斌的政商关系，导致市府市库的损害。结果柯文哲当市长也在做跟马英九、郝龙斌一样的事情，涉及到围标或绑标的情形，例如说要求其他可以竞争的同业不要来加入这个投标行列，使得某特定的人可以得标。在这种状况下面，这个政府采购的流程就出现了违法违规的问题。只是北市科这和新光人寿有关系，这边南港的 BOT 案也是同款。除了民进党攻击以外，南洋的议员也针对虚构市场的改建案到监察院各发挂问题，挂相告诫。他们觉得是第4、第5弊案，你怎么看啊？全天下哪有那么多弊案啊？拜托。在那烈的攻击之下，刷了该得看挂问题是变怎应对。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